看看新闻网。15年前，第一款V点精华诞生在巴黎的罗切路。15年后的今天，让我们一起再去到巴黎街头，感受一场特别的V脸嘉年华。庭院、草坪、巴黎广场文化，在娇韵诗第一瓶V脸精华诞生15周岁的日子，一场集合了各界美容护肤达人的超级盛宴正在热力上演。我现在来到的呢，就是嘉年华的 V 广场。在整个 V 广场上有很多嘉年华的项目，你看这边排着队的就是在玩这个 Clarins 的飞镖，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项目，有拍大头贴的，然后有那边买鲜花的，有没有？还有这边有吃 cupcake， 还有马卡龙的。要玩这些项目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你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当然我们要复古一点，回到那个年代。于是呢，我们需要在这里，也就是一个签到处，来领取你今天的金币。每位来到嘉年华的朋友们都可以领取15枚金币，尽情体验现场的所有项目。我刚刚扔了2个，完全都没有扔上去，这有什么窍门吗？有呀，然后你主要是扔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最容易中的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那5个点是这个样子的，其实它是代表我们脸上的那5个很关键的点，所以其实也是打造一个 V 脸最重要的元素。OK， 我们必须要用飞镖将脸上那些多余的脂肪一击击破，然后变成一个 V 脸小脸美人。来吧。在竞技类游艺项目中小有斩获后，其实最吸引燕池的还是这个定制环保手袋的单元。不过先要让专业摄影师拍摄一组美美的照片。这张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全身的也可以。啊，全身的也可以。所以现在就可以打印了。啊，对。那我就要这张。哎，好的。还可以美图秀秀啊。对，我们给您做一下啊。哦，所以经过你的秀秀一下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，对啊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打印了。哦，印出来就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对，印出来就这样子。这个条纹的裙子上镜还蛮好的嘛。从打印机把照片输出在特殊的相纸上，然后经过高温烫印在帆布包上，这样带有你照片的专属环保手袋就大功告成了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好正，好好烫哦，很烫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。哇，我觉得这张照片真的蛮好的，我第一次拥有一个自己照片的包包，如果我以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很潮。其实什么大牌的包包不重要，自己的照片才最好。其实在V脸嘉年华中还有更多有趣项目，而美妆界的天王巨星小 P 和小布老师也来到现场，与你一同分享塑紧V脸轮廓、定格魅力瞬间的秘诀。